小七这两天带着小宝在娘家玩，然后我家里面的事刚好忙完了，今天去看一下他们。小宝睡着了是吗？看一下这个宝贝，小宝宝浩哲小朋友。好了，刚刚打电话给小西，说跟他妈去山上杀虫了，因为家里面的水稻还没有打药嘛，这两天天气好就打一下。妈妈，你来的嘞？看得下去吧，是个阴天哦。谢谢。我们别也好动杀虫。好，漏暴雨的。小新，你搞的是那个酸辣粉还是什么粉？我不吃。今天在家里面吃的爽饭回来的，吃的好撑呢。好不好吃啊？那粉有没有螺蛳粉好吃？现在跟老妈去地里面摘点四季豆，家里面的四季豆最近长得很快啊，好多了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它是没多宽，但是很长哦。好细，是人家不长，是真用个蛮细的。嗯。那个一丢在抓一餐，一个人抓条鱼哦。嗯。那么这里也有根黄瓜种啊，这里也老了，这里了，我们可是三一点的，有一条就够了哈。嗯，你抓得紧，抓得不紧。不晓得过多，你过家乡地产黑走的不错。你看小宝怎么睡的？他本来是正着睡的，他一下子睡歪了，动来动去。有那个蚊子。有蚊子咬哦。就抓着鸟了。宝宝来，我宝宝醒了。哎呀，不着谁的？哎呀，不着谁的？浩哲。哈哈，爸爸。浩哲。哦，爸爸来的，爸爸来的，哦，来。妈妈，你自己留着吃吧，老是拿给我们吃。哎呀，我这条，我这边条抓这条的，只要你一亩多，我都要带给宝宝一条。哎呦。在老妈家又拿了这么多东西，四季豆还有鸡蛋。这宝宝个凳子，哎呀，我宝贝回家了，爸爸，我回家啦，回家啦，我跟妈子回家啦，嘟嘟，嘟嘟，乖乖，这个就是乖乖，好的，你说乖乖。宝贝，啊，吃吃吃，带带你去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要不要吃？去吃馄饨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把那鱼虾给它煎了，因为很多已经熟了。这种鱼啊，把它煎干了，然后放点剁辣椒，放点紫苏啊，炒得特别香，特别好吃。今天有一个大叔来我们村里面卖杨梅了，好像说是10块钱三斤，我们去看一下。我家北京杨梅，我家北京，批发价。我家，我
那什么嘛，吃的了。我吃了，没我吃饭，我干什么？你回去了。今年的羊麦很多嘞。去年都是卖十块钱一斤的。嗯，去年我知道了。羊麦，我在五七八年我才从农村搬到羊麦这边，你还原来你看我这个工资都少了。现在也是农行羊麦了。两块钱。今年的羊麦确实很多啊，你看十块钱三斤，往年的话都是十块钱一斤。这个羊麦其实也还蛮亮的嘞，吃起来也蛮甜。这个羊麦红灿灿的，老爸把它吃完，过两天我们又去树上摘，好不好？树上摘的还比这个还新鲜，还要好吃。怎么吃不完？这一点我跟你讲，一天就吃完。三斤刚好一碗。捏上羊麦，多吃了几多？哎呀，得几多？刚刚我们吃羊麦去了，然后放在锅里面的虾米还有鱼都忘记看了，全部都烧糊了。你看，这个锅也烧糊了，真的太可惜了哈！这么好的菜居然被烧了，这些都吃不了了。看一下毛吃不吃，毛也不会吃了。我发了一号，你这是一号都人。我就是买羊麦去了啦，在等呢，那就不累，几号摸过来？可惜呀、啊，可惜呀、啊！烧了一半多嘞，然后这些都没有多少了。哎呀，真的太可惜了，一锅这么好的下饭菜就这样烧糊了，没有口福了。好了，提醒大家，烧热化器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啊！你在离开灶前一定要关火，否则你就不要离开，安全安全啊！来，小杨们。好好好，谢谢。等等等，打个叉，多少钱？那你说呢？我给我好好认认。大家好，我小白，今天带小侄女萱萱跟我一起去收地笼啊。今天还多拿了一个地笼过来，准备再加一个。水库里面现在放了两个了，今天再放下去一个就是三个。现在先去收一下。刚刚我们看到一个大叔在水库中间放那个长网，那个长的地笼啊，不知道有没有收获，我们去看一下。什么东西啊？卡到一根鸡。哦，天哪，这个时候还有鸡哦。嗯。一般很少咯。嗯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叔叔。第一次看见那边搞那个地笼放。嗯。搞那个放了灯啊是。搞第一次放吧啊是。没。也没放过子。还是水鱼子哈，还有虾耶，哇，还有个小黄鳝，还有个小黄鳝，可是春放的还是那今早先放的干？今早先。萱萱，这个就放的多了，这里起码好几斤了。喂，搞了一件东西。哦，这里面好多那个等半鱼，等半鱼还怎么乖哥哥？这个好大，这个好大。嗯，刚刚等半鱼好敲，这是五元六似的。给一个给你吧。嗯，不，我没本会死的。你看还要放的呢。嗯，那他的吧。我他的。那说个低的那个来。嗯。我的在上的。上个还低的呢。哇，这么多鱼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起码好几斤了哦，小小。嗯。多是些虾。好大的鱼呀！那么这里你一个黄，你一个黄鳝嘛？哇！你看，只看到它头了哈、哦。那好爽啊！不会改，不会黑下去的。萱萱，叔叔的鱼笼我们看完了，现在是我们的自己的，好不好？好。
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，你在上面等我啊。嗯。啊，我们的还是放得很浅。好像有一条黄鳝，哎，还有一条大鲤鱼哎。秀秀，这里鲤鱼还蛮肥耶，这里黄鳝就比较小一点。看一下第二个，第二个笼子，这个地方是第一次放啊。也是些鱼虾，好了，我们的地笼收完了，刚刚又放了一下，累死我了，累死你了，下次的话你还要来吗？要。好，要的。然后今天把那个地笼放得很深啊，因为我刚刚看那个大叔他直接把地笼放在那个水库中间了，放中间的话可能鱼多一点，我们期待下一次的时候，好吧，先回家了。看鱼啊！半斤吧，应该有。哪里有半斤？有个三四两吧。我觉得有半斤，你拿个立扇来立一下。我绝对没半斤。谢谢，你还特意帮个称出来。谢谢，肯定是听到我说没有半斤，他就去帮称。明白呀，谢谢。好，还有一条泥鳅哎，喂喂，老板，来嘛，叫你妈妈吃一个。你家坐这边坐坐，干你能叫过去？嗯。爬好几年都行，有能叫他的鱼。还真的有。是不是？差不多点呢。刚好半斤嘛。